佢哋 One Two 啊 ，Dot HK 啊，咁啊，其實我好中意睇佢嗰啲啲訪問嗰詳細嘅，即係我都幾推介。咁啊，譬如平時讀媒啦嚇。咁啊，今日晏晝都同阿方哥去走去睇波啊，咁啊睇精英杯。咁啊喺釜山咁啊運動場嘅賽事，有369人佢入場啦。咁啊，北區對流浪，咁啊打成1-1。咁啊呢個北區啊，咁啊下半場入波啊，佢就啊進分就0-5。咁啊第一輪啦，有另外一碗火腿腸仔福字面，咁啊魚蛋同埋一隻雞啊，進分就0-5輸俾傑志。咁啊嗰場都200多人，不過釜山運動場咧啲位真係好難坐啦。你只坐到 你半個佢 pat pat， 你肥少少咧就仲大鑊，坐到1/3個 pat pat。係啊，以前和仔場就百幾零人，咁啊有方哥一定就食嘢啦。咁啊方哥食咗啲咩咧嚇？呢、這個第二輪噶啦，咁啊一包媽咪面，一包嗰啲黃黃少少酥，咁啊燒賣，咁啊一個即係火腿腸仔福字面，呢、這個第二輪嘅。咁啊第一輪啦，有另外一碗火腿腸仔福字面。咁啊，魚蛋同埋一隻雞髀，咁啊，李華古信絕殺我啊嚇！咁啊，今年我讚佢。咁啊，方哥嘅話，咁啊，當然有啲我都一齊食嘅嚇。啊，兩碗面，一隻雞髀，咁啊，一兜魚蛋，一兜燒賣，咁啊，每人8粒啊，咁啊，同埋即係2包零食。哇！咁啊，小食部嘅姐姐啊，見到我哋過嚟買咧，就買咁多咧嚇。咁啊，都即系都几开心噶。好啦，继续睇呢场波啊！唔知大家对呢啲咩古城啦，咁啊呢啲即系古城遗址啊，咁啊有冇兴趣啦？我突然间网络比较慢。好咁啊，最後啦，咁啊都講下啦，咁啊今日晏晝啊，咁啊都走咗去睇波，咁啊去港會主場，咁啊睇青鷹杯嘅賽事，咁啊就由港會對東方，哇呢場波非常之好睇，咁啊300多人佢入場啦，哇呢場波好好睇，咁啊上半場東方就撳住港會嘅離砌，領先2-0，下半場港會追翻2-2，保持4分鐘，咁啊。咁啊，憑住啊，即係巴夫爾再入波3-2，咁啊，東方咁啊就即係再領先港會，諗住贏下啦。點知然後港會就再投出追翻粒3-3，非常之好睇。咁啊，呢球應該港會追翻2-2啊。港會啊，個東方非常真係好睇。咁啊，東方喺保時階段咁啊，再領先3-2。咁啊，以為都要保時啦嘛，保時4分鐘又唔係保好耐，點知啊嘛，港會可以追翻3-3啊！飛到翻啲後水，3-3，哇嘛，到底啊，3-3。咁啊，我講啦，喺即係杜科維斯即係老神加博加嗰邊啊嘛，呢個即係香港隊啊嘛，嗰個足球隊個展覽啊，咁晏晝都可能最後一日啊，咁啊都有啲紀念品賣，咁啊都超抌佢排隊啊！啊咁啊，頭先咁啊，大家睇咗咁啊，港隊嘅賽事啦，咁我覺得幾唔抵啊嚇，咁啊，即係3-2嗰球，可吹可唔吹，俾我就會判佢入嘅，咁啊幾可惜啦，咁啊就咁啊，希望呢球唔會影響到港隊咁啊出線啦，即係就算你排第三都有機會出線，咁啊當然咁啊你都要攞到分先啦，咁啊對巴勒斯坦啊，希望可以即係要贏3分啦，咁巴勒斯坦絕對唔易砌啊，咁啊介紹下啲即係良心。